咁都幾多貨過你啊，同埋都 OK 過啊，次次都嚇唔錯過咧呢啲個案啦。雖然短短地，但係都有啲驚嚇性啊。好啦，喂，咁啊，呼籲你啊，如果有文字提供咧，可以 send 嚟 admin.pun0202@icloud.com 嘅。咁我見到 Facebook 有啲朋友就話都想俾錢聽好耐，但唔知點整係嘛？好喂，嗱，而家咧。我哋呢個電話熱線你其實都可以打嚟嘅，我同時可以即時幫你解答呢個問題嘅，9884489，好嘛？如果你方便嘅，你可以而家打嚟，我哋有同事可以解答到你呢個問題，甚至乎可以即時可以睇埋我哋最後一個部分嘅。好啦，咁啊，聽個電話先，呢位係阿 Ken，Hello Ken。喂 ，Hello。喂 ，Ken 你好。係。喂，我之前想講嗰啲學校嘢喎，嗱，琴晚咧有一個 Miss 講咗一單嘢，我都覺得幾恐怖嘅。就係佢一間宗教學校啦，佛教學校咁啊，佢有個學生就係話見到靈體啦咁樣啦。咁你係講喺邊度啊？我就紅磡一間比較出名嘅大學啦。哦，知道啦，嗰間都好多傳聞嘅喎。係啊，其實都係我自己同我朋友嘅親身經歷嚟嘅。OK， 好啊，你講嚟聽下先。係啦，好啊。係啦，其實嗰晚咧，我哋就係搞完佢OCAM 嘅一啲嘢之後咧，咁就2-3 PM啦，就翻宿舍度瞓，準備去瞓覺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 poly 裏面咧爆間大學名添。都估到啦。係啦，嗰間大學咧，其實有條路咧，就我哋學生就叫做運智路嘅，就係喺呢個殯儀館附近啦，咁我哋就因為嗰條路咧行翻宿舍咧就好快嘅，咁我哋就行咗嗰條路。咁其實我哋去到一條隧道嘅時候咧，咁就唔覺意擰咗去後面。其實嗰條路咧係去何文田嘅一條屋村啦，嗰條路係好靜嘅。咁就同個女仔見到一個小學生喺度執夜晚凌晨3 PM喺度執作業啦。執作業啊？哦，係啊，佢係踎喺度喺度逐本作業喺度執咁樣，我就睇唔到樣嘅。係。跟住之後我哋都知道心知不妙啦，咁就跑返宿舍。但係需唔需要經過佢㗎？要唔要經過個僆仔㗎？唔使嘅。其實唔使經過佢嘅，但係佢就喺我哋後面，即係一個好陰暗處。其實嗰個位就好真係好你都見到啲字好80年代嘅嗰、那個隧道嗰個位置。係啊，都好舊㗎。咁嗰晚呢我哋就返咗宿舍之後呢，咁其實我自己本人呢就冇事嘅。咁其實那個女仔就好嗰晚就真係瞓唔到。Okay， 因為佢嗰晚瞓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係有張卡去插鎖匙開門嘅。嗰晚佢打電話俾我就係佢嗰晚就不停咁聽到有人喺門口不停插鎖匙，但係望出嚟係冇人嘅。係啦，跟住之後第二朝開翻門嘅時候，發覺原來門口有啲水跡喺度。水跡，大關唔關事㗎個水跡？就佢就話唔敢望啦，佢已經唔敢諗啦。因為佢覺得係有個女仔即嗰個小學嘅女仔跟住佢翻咗宿舍咯。喂，你講個地方咧，我組織翻諗一諗先。好似人都曾經講過咧，因為嗰陣時好早年啦，未有學校嘅時候咧，好似嗰度都有一個嗰啲擺，即係叫停又唔係叫停屍間，唔係啦，好可能係有一個類似係俾人去點樣講咧？係祭祀嘅一個地方嚟嘅，擺棺材祭祀嘅一個地方，類似嗰啲孝屍亭嗰啲咁嘅地方嚟嘅，係嘛？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呢个系我哋以前啲老鬼嘅传闻咧，就系话嗰条路咧就系喺即系喺殡仪馆，然之后就落就因为学 poly 咧就即系学校咧就会去做一啲攞一啲尸体去做研究噶嘛，咁就会系直接喺殡仪馆嗰度咧就运啲尸过去学校嗰边，就有个停尸间啦，就啱啱喺嗰个出口附近嘅。我真系有咁，所以系有系啦，咁嗰条路就所以我哋就会叫运尸路咯。哦，直情咁讲要运尸路。系啊，咦？嗰度靈探下都好喎，夜晚係嘛？係啊，啱啱嗰個位置就係以前理工嘅停屍間咯。係咯，係真係有一個停屍間噶嘛，叫做係咪？係啊，係啊，有個停屍間嘅個位置。O K， 喂，除此之外又記得泳池都有傳聞嘅喎，係咪啊？係啊，泳池咧，其實咧嗰度以前有個professor， 佢都帶個小朋友咧就去嗰度游水嘅。係。咁之後咧，咁個小朋友就唔小心就浸死咗啦，咁之後咧，其實嗰度有個舊嘅 canteen 啦，咁其實咧就好多人食飯，一個落地玻璃，就好多學生都會見到有個即係永遠都會即係會有啲小朋友嘅水跡嘅手掌印喺個落地玻璃度嘅，咁突然間咧有一個時間咧，咁學校咧就將嗰塊玻璃咧將佢貼曬啲磨砂貼紙下面。
咁我哋就唔清楚係咪真係關於呢件傳聞事，但其實我都好大機會係關事㗎啦。你諗下無端端做咩？嗱，我知道好似係黏咗一半到嘅啫喎，喺個小朋友高度嚟嘅啫喎，好似係，係咪啊？係啊，啱啱一個小朋友嘅高度嚟嘅就係嗰個磨砂玻璃嗰個貼紙。係咯，咁你無端端冇嚟做呢一場功夫㗎？如果冇發生過呢啲事嘅話，啱唔啱啊？係啊，其實我哋都覺得好奇怪，突然間貼咗呢啲咁貼紙，但係其實又唔關事嘅喎，完全。但校方有冇曾經公開講過咧？冇㗎，都係冇，我冇講過，完全冇講過，就係話貼就貼咗咯，完全冇提示過咩事。係啦，咁冇必要做噶嘛？呢件事講真，啱唔啱先？啱啊！係咪好耐之前㗎？都好似有十幾年㗎咯，我諗都有最少。係啊，貼咗十幾年啊！即係而家都仲有嘅，真係。仲 keep 住貼嘅。哦，你諗下，即係亦都冇人夠膽問校方，唔夠膽，冇人夠，完全唔夠膽。O K， 你完全。系咯，冇人敢问呢件事咯，真系。或者我哋以传媒身份去问校方，睇下佢点答好唔好咧？好啊，帮我哋求证下。求证下。嗱，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我哋可能唔系好知嘅咧？里边传得好劲嘅地方咧，如果喺呢间大学。其实可能做过 poly 学生都会知道咧、我哋即系我哋都会玩啲可能系鬼故 tour 咁样嘅地方嘅。我哋有鬼故 tour 噶。系啊，咁其实poly 嘅某一个 core 咧嘅地下一个地库嘅一个男厕咧，其实嗰个格局系有啲奇怪嘅。咁你正常可能厕格里面咧系一个马桶嚟噶嘛？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零零舍舍其实有一个男厕嘅厕格咧，因为佢本身原先系女厕嚟嘅，但系突然间变翻做男厕啦。咁但系除此之外系某零零舍舍有一格咧系会是一個尿兜嚟嘅，即係佢真係一個推門入去，然之後鎖門嘅尿兜嚟嘅。我都未見過一個廁所係咁大，嗰個廁所比較陰，真係好陰森嗰個廁所。咁得意，即係嗰、那個可能係俾啲男仔或者冇咁自信嘅，於是咧就俾佢一個 private 嘅。係啊，好奇怪，即係佢門口咧就有啲好 open 嘅尿兜嘅，但係另外突然間提頭一格嘅第一格咧都係一個尿兜嚟嘅，但係就係咯，即可能就係真係唔夠自信嘅人入去咁樣咯。俾啲唔夠自信，可能就閃閃縮縮嘅費事同人一齊屙嘅，咁啊我俾個睇下屍兜你喺度屙咯，咁樣啱啊？會唔會咁樣咧？我都唔知，不過我嗰個廁所就好奇怪嘅，因為佢係落到地庫，然之後又轉彎再轉彎，依家喺個好陰暗嘅地方裏面，你先會揾到一個廁格咯。正常即系正常一个人你唔会去嗰个厕所，因为嗰个厕所真系好迂回曲折，你先会揾到佢嘅。咁你头先话有个鬼故 tour 噶，系真系有啲咁样搞噶学校？系啊，因为我哋都会去下停，即系以前嘅停尸间路会去玩啲咁嘅嘢咯。仲有边度地方去咧？嗱，停尸间啦、厕所啦、泳池啦，系嘛？系啊，系啊，系啊。仲有边度去啊？仲有一个一个 poly U 嘅即系买一个 core 嘅地下嘅小一个小公园仔嘅，系啦，嗰度有一个有一个零零舍舍，一个好似地主位嘅石碑喺度嘅，写住咩噶？有冇写住？佢就系乜都冇写噶，一嚿石，然之后佢中间有个凹咗嘅位咧，但系嗰个凹咗个位咧就好似平时见到一个地，即系一个地主咁样嘅一个凹个位，但系嗰个石系零零舍舍摆咗喺度，唔知道做乜嘢嘅。有冇人拜噶？即系装香咁拜噶？会唔会噶？冇噶，但系佢喺一个公园嘅角落头咯。O K， 咦，几得意啊！原来你搞啲咁样嘅，下次有机会跟下你行下都好吓、啊。好啊，好啊，系嘛？绝对邀请你，绝对邀请系嘛？我相信即系其他学校嘅同学仔一定有大把鬼故，即系相传嚟讲系咪先？即系纵使唔知坚定流都好啦，我相信都唔少嘅，应该都系啊，系嘛？嗯 ，O K O K， 好啊，咁啊，好多谢你电话先啦。好，唔该晒你。好，有啲咩新料打嚟报下好吗？好，好啊。O、okay, K， 喂，唔该晒 Ken， 好，拜拜。系咁啊，学校嘅嘢咧，虽然我都话即系打个折啦，咁但系相对起嚟讲，嗱，如果去到大专咧，咁我又觉得嗰个可信性又或者提高翻少少嘅吓，因为唔系话歧视啊，又系有时即系可能系去到啲中学生或者。或者小學生咁樣啦，對嗰樣嘢未必真係分析得咁詳盡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嗰樣嘢根本就唔係靈異嘢，但係佢哋以為係啫。咁但係大學生應該有相對地高嘅啲分析能力啦，係嘛？有啲理性嘅嘢咧，即係應該可以解釋到嗰樣嘢，就應該唔係鬼故啦，係嘛？咁可以係試下嚇，下次有個poly 嘅團都好啊。好啊，陣間先讀啦，有少少重要通告。好，我聽下電話先。有啊 ，Peter，Hello Peter。喂，你好 ，Peter，Evan， 系啊，喂 ，Hello， 你好，
系啊，点啊？有边方面？之前咧，你话周师傅嗰度元朗嗰度咧，我想讲一讲嘅。好啊。佢话咩新村咧？会唔会系唐人新村啊？佢讲嗰度系。我完全唔识啊，所以唔敢推断啊。嗱，因为佢话西铁站行出嚟，系啊，元朗有两个西铁站啫，一个喺平，一个叫朗平，朗平应该系有嗰啲新起啊嗰啲嘢嘅啦。咁、哦、应该就系元朗西铁站，佢有啲楼啦，佢因为以前下面咧就有好多嗰啲鱼塘嗰啲嘢嘅嗰附近。哦，真系有咁样。咁啊，填咗就起咗新屋。系、哦。咁同埋。隔離有一個有村屋的地方就叫唐人新村，即係博愛醫院、哦、你上次你哋去過嗰個隧道嗰度咧，行入隧道、欸、你記唔記得？我記得嘅，即係綠色隧道嗰個係嘛？過去就係啦，喺嗰邊行遠啲就係噶啦。哦，即係如果佢話唐人新村，我聽阿周師傅講話係新村啊嘛，係咪咩新村啊嘛？係。咁你元朗應該係嗰個係唐人新村先有樓同埋有。填個地嚟起樓或者再起翻啲屋嘅啫，應該係得嗰度嘅啫。好啊，我問下佢先，點解你咁熟咧？係咪有啲嘢背景可以講下咧？咁我而家都成日都落去元朗噶嘛，我成日都喺度即係好細個咧，啲同學就喺度住咁喺度玩嘅，咁成日落去啊嘛，梗係元朗都熟噶嘛，大堂啊，同埋呢個嘅大樹下嗰邊咧，上次我咪有講過，有個朋友租咗入去大樹下嗰邊咧，同嗰個松山新村有三個靈體嘅。突然间唔记得，唔紧要啦。咁佢咧就搬，即系太犀利啊嘛，搞到佢咪唔敢翻去屋企，即系嗰度租嗰度就搬咗走去酒店住咁。哦，依、這个记得，记得。OK OK。咁啊，而家佢因为佢嗰、那个业主肯俾翻租佢，咁所以咧佢哋就攞翻啲钱俾佢走啦。系啊。就冇喺嗰度再住咯。咁、那个业主都知道佢因为撞鬼而走啦。佢根本就知噶啦，上次都讲过，佢问佢咧，佢哋佢唔够胆。佢冇答佢啊嘛，知言五對咁樣冇應過佢哋啊嘛，咁、佢知道根本就係有時心虛噶嘛，跟住佢唔想佢搞到即係做得咁大嘅，咁、所以褪翻一個月租金俾佢，咁佢哋搬走咗咯。好，你今日想講另一樣嘢定係點樣？我想講第二單嘅，係你講。就有一個朋友咧，佢就係做一啲製作公司嘅嘢嚟嘅。哦，咁佢就其實喺半年前嘅啫，咁啊過咗去泰國嗰邊睇景。係，咁佢咧。就去一啲比較咧，嗰啲景係比較係要去啲郊區啲嘅地方嘅。咁啊睇好咗啲景之後咧，翻到嚟香港咧，咁就發生啲事啦。佢就係因為佢屋企人覺得佢咧，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喺泰國翻嚟咧就有啲改變啦。哦，咩咧？點樣咧？咁佢屋企咧本身咧，佢個哥個嫂嗰度一齊住咧，咁有個小朋友嘅。哦，咁屋企咧就所以咧就有教咗嗰啲閉路電視啊。嗯。即係譬如睇住小朋友啊咁樣嘅，咁樣佢發覺佢點解佢嗰個係佢妹嚟嘅，過去做嘢泰國睇嗰、那個，咁、佢就見到佢點解有時睇到嗰個閉路電視咧，影到佢咧喺屋企咧，就無端端做咗啲嘢出嚟，譬如話係抌爛咗啲嘢啊，喺間屋就唔知做啲咩寫落嗌啊咁樣，就古怪行為咁樣，係啦，好古怪。其實但係就問翻佢咧，佢妹就乜嘢都唔清楚嘅喎。哦，咁就發覺咧。越来越唔对路啦，咁啊小朋友咧又唔肯，有好多时夜晚就喺度喊啦，咁又唔肯俾佢，即系唔肯俾阿姑姐抱啦咁样，咁、所以佢觉得佢有问题啦，就睇到啲大，咁就同佢上去咧，就揾啲师傅去问过，即系元朗，佢都喺元朗住嘅，我又去元朗，又系元朗嘅，咁所以咧佢就上咗去啲庙嗰度，又系揾啲师傅，咁师傅之后咧就叫佢喺间庙嗰度咧。洁净两个礼拜，跟住再俾咗嗰个一串一个佛牌，一个牌俾佢戴住咯。哦，咁会好啲咯。咁佢最尾咧，佢发觉咧就系问到咧，原来系一个女性嘅灵体，跟住佢翻嚟，撞到佢就跟咗佢翻嚟。佢就话好中意佢，就想同佢一齐。女性嘅灵体，但系佢系女仔嚟嘅都系。是啊，女仔嚟噶，但系都得嘅，都得嘅吓，绝对得嘅呢啲系，系啊，得计得。呢啲冇讲，系啦，冇讲，系啦，冇错，系啦。系啦，咁最尾咧，佢真系去咗师傅度做咗啦，同埋去住咗两个礼拜啊，咁各样嘢咧，翻到屋企咧就好咗好多，就冇咗呢啲事发生咯。咁佢自己见唔到噶嘛？即系阿妹其实冇见过呢个灵体嘅。唔系，佢感觉得到嘅。感觉到。佢话佢成日感觉到咧，瞓觉咧有人喺佢侧边。咁但系佢好大壓力咯，即係佢覺得係成日都有個人跟住佢嚟咁樣咯。就搞咗一大輪噶啦，佢又搞咗一大輪之後就即係就翻唔到工啊，個精神集中唔到啊，又瞓唔到覺啊咁樣。佢睇
睇嗰啲景係乜嘢景嚟噶？係墳景啊、學校啊、醫院啊，知唔知啊？咁佢唔係嘅，佢就係嗰啲郊區啊。我諗嗰啲舊區咧，你好難講啊。啲舊啲空置咗嘅樓宇啊，各樣嘢啊，其實嗰邊好多噶嘛喺泰國。哇！你而家咁講咧，我先話俾你知啊。我唔知道，因為嚟緊咧有一部靈異嘅電影啦，又會拍攝啦。咁咧我自己都會參與嘅。咁亦都會喺泰國拍添，嚟緊十月份到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其實過咗去睇景啦。我突然間記起，咁希望佢哋冇事發生啦。又係真係我哋係要揾一啲嘅呢啲嘢係咪？當然係，當然係，我哋係要揾一啲荒廢咗學校今次。係啊。咁學校成日都有呢啲嘢發生㗎啦。係啊，希望佢唔好聽到啦。唉，嚇鬼死啊！真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啊！我哋遲啲又要過泰國拍啊，係啊。咁周围都唔好话泰国啦，你要有嘅香港周围都咁犀利啦，系咪先？冇错，啱嘅，即系睇个时运。正话周师傅咁样一间屋都话有成二十几个嘅，咁有冇咁夸？即系差夸张得咁紧要系咪先？嗱，我哋真信唔信啊，另一回事啦。咁但系师傅咁讲，就我哋咁样听咯，真系有廿几个咁样，即系听我梗系信佢噶啦，师傅噶啦，即系一间屋都咁犀利咯，冇话去到嗰边嗰啲地方啦，更加容易啦，周围，而且佢哋嗰边。死的人都不少啦，啱啊！真一定有一啲事发生噶嘛。好啦，咁啊，多谢你提供啦。仲有冇时间啊？啊，仲你想分系咩啊？讲得噶？简单简单，睇下嚟。简单嘅。嗯。咁我讲翻喺大埔一个嗰啲屋苑嘅。系。系你哋即系早一轮啦，喺三门仔入边嗰个啊，比华利啊。哦，咦？你又知道咩啊？关于比华利。其实那边很多的嘛，我们都知道很多那些，它未起的时候都很多很多那些事件发生在那附近的，前前后后左右包住它的。嗯，怎样呢？那它前面那里呢，就以前呢，很久，就是二三十年前呢，大起大埔的人都一定要吃的了，叫做红楼，那里有两间别墅来的。我听过红楼。你有没有听过？红楼，我听过，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呢？是什么来的？啊，你没去过呢？很漂亮的别墅来的，以前就是。咁佢以前呢，佢就是余仁生那个家族的，属于的。咦，好像听过下。你继续讲，你他入到在比华利之前的，就不是在入面的，是前少少，不是很远的，都叫白沙湾，那里有个地方叫白沙湾的。咁佢而家就卖咗出去啦，不过红楼佢有两间的，一间叫旧的白色的，有一间就很大间就成个古堡式嘅别墅嚟嘅，以前就大埔好多人去灵探都去嗰度嘅，啲小佢后咧好似听过咯，呢个名字就系话 ，OK 你系啊 ，OK， 咁佢而家就嗰度咧，好似古堡嗰个咧就卖咗俾个财团咧就起咗楼噶啦，已经系好耐咗十几廿年，不过叫做雅景花园啊，应该，但系嗰一度咧佢本身咧卖咗咧，其实都有啲灵异嘅嘢喺度传出嚟嘅，因为以前不嬲都有噶啦，嗯。咁佢在對面嗰度咧，其實佢個對面馬路咧，就有一間叫做又係紅樓，佢以前嘅最舊嘅舊過少少嘅別墅嚟嘅，嗯，係白色嘅喎。咁我以前就有位小學同學，嗯，就大我係1980几年嘅，佢嗰陣時就係，嗯，佢就係做裝修嘅，嗯。咁嗰間呢一間嘅白色嘅紅樓咧，就好奇怪嘅喎。自治咧業主咧想裝修翻佢住去住咧，佢好奇一裝修完咧，佢哋入去咧，啲玻璃就又爛過曬嘅咯喎。哦，又係唔知點解會俾人打爛啲玻璃係爛曬啊？好似俾人哋蓄意破壞咗咁樣嘅。係。咁有一次咧，我個同學咧，佢個阿爸咧就係、是、做裝修嘅。嗯。咁佢就接咗嚟做。咁以前入去入邊咧就冇乜車搭嘅啫。係啊，去啲村嗰啲好大架嗰啲貨車咧。就有得企人嗰啲咧，以前有啲有呢種貨車噶嘛，入去入邊嘅啫。嗯。咁佢個業主咧，就同埋咧，就揾到個百科師傅同佢一齊入去嘅。哦，即係知道攋嘢噶啦，咁所以穩定。係啊，因為佢唔夠膽入去做啊嘛，做功夫啊嘛。係。咁兩個一齊入去住，一個做裝修啦，一個就幫佢喺度做啲事咁樣啦。係係。咁佢做完咗之後咧，佢有一晚咧好奇怪。嗯。就係、是。两个一起瞓咗觉，第二朝起身咧，两个瞓咗出马路。唔系，点解会喺点解会喺嗰度瞓觉嘅？即系喺嗰度谂住瞓。唔系夜晚你瞓觉嘛？因为佢嗰度太即系而家其实嗰度太远咧，就太过远啦。即系如果又冇车啦，咁佢做嘢唔方便啊嘛。咁啊，直头喺入边就做几日，
即係裝修嗰度喺度做完先走咯。咁佢又驚啊嘛，佢自己一個人。咁佢就要佢都聽到傳聞嘅，咁所以咧嗰個業主咧嗰陣時咧就請咗一個師傅同佢一齊入去嘅。跟住俾人抬出嚟。係啦，瞓朝頭早瞓醒嗰陣時咧，即係天蒙光嗰段時間，佢哋瞓醒咗兩個一齊喎。其實就喺馬路側邊嘅行人路。嗯。咁佢入去再睇下咧，啲玻璃又爛曬。咁之後佢即刻走都走唔切，就走咗翻入去咯。即係點都走咗翻去咯。唔敢搞咯。翻俾個業主，以後咧。就嗰間屋咧，其實就荒廢咗嘅喎。其實佢好大，喺側邊，喺路邊嘅啫。咁佢再行前啲咧，就係比華利山啦。哦，咁轉彎嗰個彎位。嗱，你話而家一間就都係起好咗啦，係咪？而家嗰度咧就起咗好多花園嘅獨立式房，又嗰啲花園叫做雅景花園啊嘛。即係點都起好到啦，成功咗啦，係咪啊？都應該起好咗噶啦，都起好咗啦。哦，咁究竟同埋佢嗱，佢下面嗰度，我之前我都講過，下面有個沙灘嘅。哦，咁就以前咧，我有啲呢啲堂兄弟嗰啲落去捉照蟹咧，咁我见到个无头女鬼嘅，就喺嗰个沙滩嗰度。哇，咁劲！系啊，我都打电话嚟分享过嘅。咁同埋佢比华利山对面嗰度有个码头嘅，码头上船嗰度有人成日都经常咧都会有人喺度钓鱼嘅。哦，但系咧亦有人见到有个红衫嘅女性灵体喺度嘅，有好多人见到嘅。系啊。是就在他对面的，其实就是 OK 好之前呢，跟着他三门仔那晚呢，就早两晚又有人即是之前有个人讲过三门仔的事件的嘛。哦，那三门仔入面那里下面呢，他即是过少少啦，就是一个有一间海鲜酒家的。再落下面那里呢，就有船搭过去鱼排的。那这一轮呢，其实是这一轮在近这两三年呢，哦，就很多人在那个码头那些石那里见到一个女灵体在那里。是很多人看到的，这轮是在那里出没这样，成日都在那里。是的，因为那里有个小码头仔，他搭船去人家的鱼排那里玩的，比如说现在又多了鱼排啊，去很轻的钓鱼做事啦。但是很多人钓夜鱼和回来呢，落船的时候呢，就在那个路在那里呢，就看到有个女灵体的。因为其实旁边那里就很多金塔的，有几个金塔在那里。哦，那又不怪得知。那不知道关不关于那里事了。是是是。那个而家最新的屋苑嗰度啦，咁以前都系有好多金塔或者各样嘢喺嗰度噶啦嘛，即系嗰头都系，都系有问题噶，难搞噶咁样啦，系咪？好多事噶，系啦，都好多好多呢啲事件嘅问题噶啦。好，明白明白。哇，其实咧，因为我唔好熟嗰个地方，我一路即系听你讲咧吓，未系好完全投入到，我相信下次去一去嗰个地方，再听翻你讲咧就会知啦。吓，下次有机会去嗰度做个灵探先。是啊，可以在那里去靈探，因为那间旧那间比较阴森一点，因为其实它旁边那里呢，隔离个山那里，全个山都是山坟来的嘛。不过你旁边看不到的，其实是。刚刚被树啊遮了一点，但其实整个山都是那些山坟来的。那总之那些什么洪流就没了，是不是现在变成私人独立屋苑了？旧那间在这里，旧那间在这里。因为没人够胆再进去住或者做事嘛。喂，系啊，喂，你有冇相啊？有冇机会再经过啊？你 send 张相嚟睇下，有机会影下。相啊，系咯。但因为佢冇啊，我冇相。但系因为佢本身咧，你系点讲咧？系影唔到入边嘅，佢有啲树生咗少少出嚟啊嘛。咁但系应该有个门口位喺度。系咯，仲都佢唔系需要红楼噶，定系点样噶？佢唔系，冇写嘅。以前我哋叫嗰人叫红楼嘅啫，因为佢嗰个间，我哋安俾佢啫。其实好简单嘅。嗰度就到嗰支比華利山之前咧，前少少個燈位，上少少有個避車柱，避車柱行嘅左手邊行入去就係噶啦。好啊，好啊，好啊，好。嗰個位嗰度。好，如果你有機會想去嘅，咁我都可以講俾你聽。好啊，好啊，好好。即係第二次。明白，明白。好啦，喂，咁啊，多謝提供個地方先。好啊，下次再分享個其他嘅。OK， 唔該曬。好，拜拜。拜拜。喂，都補充一下先，因為昨天戚師傅上嚟啦，咁啊講咗一位喺印尼嘅師傅咧，就會幫阿戚師傅做一啲嘅開眼嘅儀式啦，開啊啲法眼儀式啦，咁啊更加亦都會做一啲咧就隔空取物啦咁樣。咁啊，師傅今日同我講啦，就話咧呢位印尼師傅咧，要應承咗喺呢幾日內啦，即係可能係下個禮拜或者睇下邊一晚之內咧，咁咧就會俾我拍成件事有過程咁樣啦，咁亦都會揾香港有一個猛鬼嘅地方，咁到時會做呢件事嘅，咁我當然就會拍翻嚟俾大家睇下啦。咁同埋我聽朝咧，係到緊聽朝星期六朝頭早咧，就會參觀
都相當神秘嘅一個地方啦，東華二莊。咁到時啊，下個禮拜又會拍翻啲片段啊，影啲相翻嚟俾大家睇下，究竟裏面係點樣嘅咧？會唔會真係咁神秘咧？嚇！好啦，咁啊，未喺收費部分之前咧，有少少通告想講嘅。係啦，咁啊，好大個網 BigBig Air 推出咗一個全新嘅功能，即係話如果你 download 咗我哋呢個 BigBig Air 手機 app 嘅話咧，想知道帳戶月費服務有冇加入手機嘅程式咧？嗱，而家只要登入之後喺選單目錄嗰度點選帳戶，咁喺帳戶嗰頁咧，首先睇到金幣嘅餘額，嗱，你知道你自己有幾多金幣啦，再點選訂閱，咁你個月費服務上餘服務日同埋到期日咧都會顯示得到噶啦，即係話你買咗知道幾時係到期啦，咁啊已經清清楚楚寫曬出嚟，係一個新嘅功能嚟嘅。咁如果你未裝 BigBig Air 嘅，快啲上 Android 同埋 iOS 手機上面咧，都係可以揾到嘅。好啦，嗱，翻嚟之後收費時段，今晚會聽下日本方面嘅靈異事件，因為其實咧喺最近好多嘅講緊日本嘅啲資料上邊咧，唔知點解我又見到好多嘅一啲篇幅咧，都會講到其實日本咧而家有仲有好多嘅熱點咧。都是被人去看的，其中呢就原來是一些刑場的熱點來的，可能那些人想去看歷史而已，是不是？那為什麼刑場還不拆呢？因為這個要保護文物啦，這樣啦，都作為一個資料提供啦，但是當中原來牽涉到很多故事的，那些即是為什麼當時的刑場會設在這裡啦，死了多少人啦，有什麼傳聞啦，這樣。好，回來之後呢就會恐怖多一點，聽到藍獸郎出現的啦。好，回來收費時段再見。潘少宗，恐怖在線。